紫禁城，世界现存规模最大、最完整的古代木构建筑群。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古代皇帝的宫殿，来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专家们，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，将数以万计的木质构件逐一地进行树种鉴定。这些珍贵的数据将为我们还原一座600多年前的中国森林。根据当年的史料记载，故宫的备料过程长达10年，最漫长的木材运输过程甚至超过3年。当年宫殿建成的时候，老百姓们都说那是一座飘来的紫禁城。